就算我未正式入行的時候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很有信心我會那年是有機會的，所以我這種妄想症 的信心呢是每一年都會有的，我相信我有一天能夠即退休的時候我都會覺得今年是我的了所以當然希望即廢話少說之後當然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次得獎啦，咁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咗頭一輪嘅我最喜愛嘅投票啦，咁都見到啲 fans 佢哋真係好踴躍去支持去投票，所以多謝你哋啊！亦都令到我更加期待可以快啲推出我恐懼蠶食心靈嘅 MV 啦，呢個禮拜六就係首播嚟啦 ，so yeah。想問一下啦 ，Kelvin 你而家就出位數字，自己開 show 啦，自己做好朋友點支持？買飛咯。我仲係嘉賓啊！佢冇邀請我喎，咁我冇理由自己衝上台噶。我覺得喂嗱，佢自資開 show 係咪？咁我覺得佢會 appreciate 我買飛多過我做嘉賓咯，係咪啊？但如果佢邀請到，我就會做嘅，就係咁啦。